姓龚嘅人啊，小学五师谭纯天。我系谭纯天嘅嫲嫲，因为我想知道我个孙喺学校嘅上学、翻学嘅情形，因为我都有凑佢放学嘅，出嚟都系好开心嘅，不过就唔系几同人倾偈。好少講嘢表達自己，唔識得，所以參加呢個活動咧，可以令到佢放開啲個眼界，可以學到自己對自己嘅情形都清楚啲，識得點樣去表達個言語。我就學到互相合作。例如意粉塔，我負責撕膠紙或者扶住意粉塔，所以唔會跌。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我可以同我嫲嫲一齊整一啲嘢，印象就好深刻咯。嫲嫲做一個糖醋排骨，或者英文 sweet and sour pork chop 去片。首先我哋要洗个排骨，我哋预备咗好少嘢嘅啫，只得三个。我哋预备咗镇江草、老抽同埋糖。咁多排骨，我哋要摆白根醋，而家豉油三斤，糖啊四斤，捞匀佢。唔使落水，唔使落油，咁样开火就得啦。我哋唔可以大火，我哋唔可以开大火，因为醋好容易干同埋窿，煲滚佢。大约40分钟后，而家结咗啦，整好啦，欢乐糖醋排骨。大功告成。拜拜。